Hello， 大家好，我是平百姓。今天要跟各位做精品分析以及分享，是我们天堂 M 甘特的圣物箱哦。活动时间是自2019年3月6号礼拜三维护后，至2019年3月20号的礼拜三的维护前哦。那它活动基本上就是去商城买东西啦。那主要可以获得一个甘特的圣物箱组合，还有圣物箱组合包跟圣物箱。还有甘特的，基本上就是甘特的什么什么香什么包啦，我一个一个跟各位介绍好了。第一个是这个甘特的圣物香组合包，里面有祝福圣水的部分。因为这个部分我比较推荐说，如果你原本就在氪金的人，去买。为什么？因为我去买这个融资，里面它会附一个融资钻石以外，它会附还会附上甘特的圣物香11个，还有祝福的圣水忠诚石。那这个祝福圣水算了，大概每一个祝福的话，它需要每一点祝福要两蓝钻。上次那个比较划算，是每一点一蓝钻。但是这个还是很划算。为什么？因为它有送龙，应该说你不能这样算，应该感觉说哦，我是买了这个组合包，它给我龙钻以外，又给我圣物箱11个，另外再给我祝福圣水，所以。它会有这个包跟这个包的原因在边，那这个是你想要那个祝福圣水里面的祝福的部分，祝福点数的部分再来买，如果不需要就不要买了，就不用买了 ，OK， 那接下来的这个部分是甘特的圣物箱组合包，它里面有甘特的凭证，那一样，它送你融资钻石100个，然后甘特的凭证一个，还有甘特的圣物箱乘11个，这个要你就买两个，不然就不要买，它限购两个，为什么？我上次已经换过了，上次有做过介绍哦。那它的可以换收集品，那你用春节凭证或甘蔗凭证都可以去换。那因为我是枪手，本身敏捷、智力都需要，所以我上次是换敏捷跟智力。那这一次的话，我应该会换远距离命中。那如果是在座的各位的话，要怎么挑？假设是一样的枪手，要怎么挑？到底是 HP 好呢，还是命中好？基本上我会挑命中，是因为我练功居多，打架比较少。那命中的话，打架也用得到。那 HP 要干嘛？基本上我这样讲好了，你要命中就是拿来打人，然后要 HP 就拿来被打，懂我意思吗？你被打的时候需要高一点的血量，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大部分都是挨打的状态底下的话，你可能就是 HP 加100。其实我也可以用 HP 加100啦，因为我在玩枪手，大部分也是做 support 的动作，可是我练功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还是挑远距离命中的部分。这是我用枪手给各位的这个建议。那如果近战不用看的，一定是力量哦，跟近距离命中跟 HP 这几个为主哦。那智力一定是最后啦，智力是最后，因为我知道可以智力如果点那个比较课长级的，点的比较高或者收集品种比较多，它智力可以去减少它的MP 的消耗哦，这是一个方式是没有错。可是这个部分是算是比较后面的选择，前面还是以攻击为主 ，OK。所以这个甘特的凭证的话，就算你是零氪啦，如果你在里面有打到网啊，卖一些钻的话，我还是建议这个可以买。因为什么？因为它永久都在自己身上，它不会跑掉，了解吗？所以这个部分是我比较推荐来做购买的部分。当然，零氪就是不买也没有关系哦，这一个人能力许可。那接下来是甘特的圣物组的部分，甘特圣物组。他可以获得甘特的圣物袋，那基本上这个什么都没有，就只有甘特圣物袋。所以你要去凑下面的一些宝物的时候，等下再跟各位介绍，凑下面的宝物的时候才来买这个，不然就不要买。OK， 那还有一个就是甘特的圣物箱，那保证获得甘特圣物袋。那这两个的价格差异在哪边？你可以看到甘特圣物箱里面，你假如算一个的话，100蓝钻，保证获得甘特圣物袋一个，所以这一个圣物袋是100蓝钻。那这个圣物袋有四个，我直接已经帮各位算好了，一个的话是 68.18188888 哈，这一个圣物袋是68蓝钻哦，所以如果你要凑装备的话。因为我们下面等一下要去换的话，跟各位推荐是用这个啦，因为这个你说有几率获得装备卷轴魔法娃娃，我觉得对啦，看起来是很不错啦，传说英雄很厉害啦，很厉害，就是在这机会永远不会属于我啦，应该是在座各位可能有机会啦，可是我没有很推荐哦，我现在没有很推荐。那
甘特的生物的 buff 的话，基本上是各职业都有哦，各职业都有，就是拿来打架吃网为主啦。我自己看起来，挂网是也可以用，挂网是可以用，就是说挂比较难打的地方的那高楼层的奥塔之类的，哦，就我觉得还蛮不错的。那甘特平证刚好提到，刚刚这我就不解释了。那主要这一次它可以有一个死神之剑沉默巨鲸跟安迪斯之弓的部分。哦，那死神之剑的话，昏迷抗性加 5%， 昏迷命中再加 3%， 死亡的部分加 3%， 基本上就是弄人家的时候弄死亡会比较适合啦，就是你要让他惩罚比较严重的部分啦。那 我自己是觉得还好，因为我好像没有仇恨值没有那么深，所以看大家的这个经济能力许可，看要不要去弄一个死亡死神之戒。那沉默巨剑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蛮特别的，也蛮不错的，但它只限王族骑士跟龙斗士的部分哦，主要是它可以用一个魔法封印的部分哦。那之前有看过有人打龙的时候，让它沉默好像也蛮不错的。不过这个几率沉默几率只有 0.3， 那每加一点强化几率增加 0.1 而已，听得懂吗？0.3 嘛，对不对？我加7点就是 1%， 听得懂吗？原本基础是 0.3 加7点，所以只有 1% 的几率可以魔法封印，所以100件才中一件，100个人拿来用，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一个人用可能有限的，所以这个你可以思考一下，看你有没有这个需求。那安迪斯之弓的话，它主要是妖精在用的话，它有个 HP 吸收的部分，这个部分是重点，因为如果你用魂体在洗的话，用 HP 吸收效益会比较好，效益会比较好哦，所以它的价值是在于会吸血的部分哦。那这边可以看到3月6号维护后至3月20号维护前可以制作的哦，沉默巨剑安迪斯之弓。沉默巨剑安迪斯之弓，死神之剑这边没写出来，我等一下再看一下哦。那它这个要801个甘特的生物袋，所以你直接后面加两个零，八万，安迪斯之弓8万，斟酌一下哦，有点凶哦，有点凶。阿努比斯的裤子哦，还算 OK 啦，27900，赫洛斯臂甲33000，哦，这个你可以斟酌一下自己的经济能力哦，看有没有这个需求再去做。哦，目前我的话应该是没有啦。哦，那这个啊，可以换黑暗妖精警卫啊什么的，这个每个账号可以做一次。那你如果说收集品或什么之类可以去抽的话，或者是说你可以用重复的再来做那个，再去合比较好的变身，这也是一个方式。哦，那这个只要2100、1800、1800哦，这个大家可以斟酌一下。那这个万能药基本上我就看看了，我对他现在已经非常一个失望了，对，连续10次我看也不会中一次吧，要再10瓶而已啊，所以这个万能药我现在就觉得就还好了。那甘特制作秘籍比较特别哦，它是1200钻，那它可以去制作一些，等一下在下面有那个制作列表给大家参考一下。那在这边有君王长老变身箱哦，几率获得的变身，这边给大家参考。这边也是魔法娃娃也是哦，高级装备箱也是，这边都可以让大家看一下哦。基本上你不用太去想说这种什么啊真明皇啊什么的，这个就看看吧，好不好？我们还是务实一点哦。那金币补给箱这边加减补一下吧。金币其实有些时候我每天都还买一些像变身的部分，不然应该没有机会可以去凑哦。那活动期间有限定制作的这个死神之戒哦，刚刚提到死神之戒，它没有出现在这边，原来是在这里哦。那2019年3月6号礼拜三中午至2019年3月13号的5点哦，限定制作哦，每天的我应该没记错的话，没有，这段时间你都可以做啊，从这段时间就可以开始做了哦。那伺服器限制5个，账号限制1个哦，有几率会失败。失败的话仅可获得熔钻150个，那这个基本上一次要35100，也是蛮贵的，而且有几率失败哦。大课长再来考虑吧，不然其他的小课或奈米课的我不建议去做这些东西，因为这很亏。我上次做过一次那个冲击之音，我就有点吓到了，就唰就没了，唰你懂吗？云哦，唰就没了，所以这可以自己思考一下，看有没有那样的需求。欧西里斯的武器箱也是哦，有机会失败。
屠龙者也是，这些都有几率在，都有几率失败，所以我是比较不建议用赌的啦，对啊。而且你是武器箱的话，它这边是随机获得下面一把武器哦，这个也都是反正它有几率失败的东西，我都不太会去赌哎。哦，那大家如果要赌，要自己斟酌一下。那这边甘特的制作秘籍部分哦，这个也是在那边转盘而已啦。那好玩啊，我觉得这是好玩啊。那它可以做出来这个东西是不可交易、不可删，但是可以存仓，所以可以给纷争用。那随机的道具如下哦，这几个，基本上如果以我来说啊，我现在可能只缺木乃伊王的王冠，那其他的对我来讲吸引力也还好哦。所以你自己看你自己有没有需要什么东西，你想来赌一下啦，因为这个就是赌。哦，但是我自己推荐还是直接买已经人家在架上的弄好的那个是会比较好。好，哦，啊，这边是刚刚收集品的部分 ，OK。哦，以上就是这次甘特的生物箱的精辟分析以及这个分享。那个人建议就是赌的部分哦，还是少一点为妙。哦，了解哦。那以上今天的精辟分析就到这边。哦，我是平板信。如果有疑问或者有些建议的话，也欢迎在留言下方来告诉我。我们下次见，拜拜。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请记得右下角按个订阅，右下角喜欢订阅，旁边铃铛按下去，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消息。记得分享给你好朋友，我是平板信，我老。